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rystal，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这一款 LV 的公民袋。 LV 的男士公民袋一直以来都深受欢迎，而今天介绍这款型号就是 M40566， 它用一个近年以来经常用在男士身上的黑色老花 monogram，望落去咧，会比之前卡式嘅啡色咧有年轻，同埋咧亦都非常之适合商务人士使用。因为咧呢、这个黑色咧望落去会比较低调，而且务实。而作为一个男士嘅公民袋啦，当然好重要要有翻条肩孭带啦。咁方便有阵时我哋出差或者出去做嘢嗰阵时要孭重嘢啊，或者一啲好多嘅文件啊，入边有洗台电脑、iPad 啊，都会比较重嘅。亦都咧可以平時咧作為一個 casual mask 嘅翻工使用，就係手提啦。入邊嘅內籠啦，沿貫於佢哋一向咧務實低調嘅設計啦。入邊嘅可以放嘅文件啊，所有其他電子科技產品啊，都非常之好嘅。因為呢款嘅設計咧就係一款公務化嘅商務嘅男士手包，所以設計上面咧亦都唔會話有太多咧潮流嘅元素，適合翻我哋普通一般咧男士上班嘅時候使用嘅。大家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加我在名人站的 WeChat 或者 WhatsApp， 以獲取更多的產品資訊和詳情。如果大家覺得今天這條片不錯的話，可以幫我點個讚或者轉發出去給更多的朋友見到。多謝今天大家寶貴的時間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